这位是年纪相当轻的一位国际巨星啊，声势如日中天，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歌迷。今天邀请到我们现场，一起来欢迎林忆莲小姐。 小朋友非常可爱，活泼，好可爱。我常常想，小朋友一定要大方啊！这个我们林忆莲呢，也是非常大方的一位啊。其实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，应该还是属于第一张专辑哈。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。每一首歌都太好听了，尤其我记忆很深刻，就是那首旧歌，叫做《情人的眼泪》。但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中间口白呢太煽情，就是听说很多人买回唱片之后回家听完之后呢。 第二天一定生小孩了，啊！再不夸张啊！你看他听到他的口白啊，你为什么要对你啊？不是这样，你难道？不是这样。口白真的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你听看看，很煽情啊！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听完之后，哦，真的没办法开车。那个根本就不是为什么掉眼泪，那个就是好春常在，春花正开。有那么正常吗？ 就像见面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半夜自己回家一个人。对，那个感觉很寂寞。听说卸了妆看镜子，啊，对，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间是每天的黄昏。 黄昏，真的很快乐，因为黄昏的第一个呢，他气候不会差那么大，嗯，然后很凉爽，第二呢，工作完了，嗯，回家跟老婆吃晚饭，最快乐、最幸福的时候，很幸福，哎，这个时候最开心。对，我们现场来一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哦，好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请所有演员。以前林忆莲，疯子嘛，以前头发像吗？ 但是啊，他的脸型还真的有点像，啊，就是这个头发是太糟糕，好像夸张了一点，好像那 KTV 唱歌发生火灾，跑出来没跑掉，哎，叫什么名字？政大会计林真如。就是我们这个单元为什么受大家喜爱，就是说同学们呢、啊、也没有那么样别扭，上来呢要演什么他就很大胆去演，嗯，政大大学生呢，嗯，这么样自甘堕落。<笑> 你呢？政大会计姚胜雄。中国工商会计科林云清。看到没有？多么有自信！学校不是很有名，讲很大声。你的角色是演什么？田厂小姐。田厂小姐，你呢？主管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广告现场。来，一开始呢，林忆莲在喝咖啡。你在喝咖啡的时候呢，一个人在享受你自己的。
独处的时候，突然呢来了一位朋友，这位朋友呢就是香港的朋友，啊，走过去的时候呢，走到这里来，你怎么长痔疮还是怎么？我走过去这样，走到这里来，走到这里打哈欠，很用力打哈欠，把假发落到这里，来一边，开门。先生，先生，你的假发。你们台湾的女孩都像你一样漂亮吗？那才不。那可不。啊，那可不。好，到这里来。我的假发还真准啊。哇，哈啾就到那边哈，都到准哎。哇，好演员，好演员。来，第二个镜头。啊，那可不。第一个又怎么样呢？他讲完那个不，我们不是有广告，马上就回到他零一年的以前。OK， 以前的零一年，倒叙说明来出来，预备 camera 的时候就倒叙说明，预备，倒叙说明来。以前我的头发也很糟，还记得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，当时我紧张死了。你那是尿急啊。来上去。你录取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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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卡。现在这是他有头皮屑，他长什么头皮屑？好嘞，好回去。现在打板预备 ，camera 的时候你要啊，谢谢谢谢谢谢你的，你看到哎，你怎么会有头皮屑了？啊，你怎么会有头皮屑？你当时我好丑啊！预备，打板预备。天哪，谢谢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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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有头皮屑嘞？当时我好丑啊，还有头皮长得跟雪一样。当时我好丑，来继续。可是自从我用了金曲双效洗发精后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啊，情形就不一样了。好，看，来来，你们两个都在前面，你在这里吗？在后面。OK， 来一杯，一杯。老板出来。金曲双效洗发精不但能护发，还能生发，治疗秃头也有效呢。治疗秃头也有效啊，拔起来啦。好，讲话。闪闪亮亮。只在乎曾经拥有，只在乎曾经拥有秃头啊！金曲双效洗发精有意想不到的效用。卡，还自己喊卡。好，不错不错。你还没洗双效哈，你还有头皮屑。林忆莲，谢谢。谢谢。